好，我是主持人以勋，欢迎收看《点玩宅速配》。虾米，罗拉要说中文了！《古墓奇兵崛起》20周年纪念版即将要上市啦！这次除了好康限量特点之外，最特别的就是竟然有中文配音啦！狼 K 啊，你有听过罗拉开口说中文吗？赶快看看下面的报道吧！去年在 Xbox One 上推出，荣获超过75项游戏大奖提名，得奖无数的《古墓奇兵崛起》，即将在10月11日与全球同步推出 PS4 繁体中文的《古墓奇兵崛起》20周年纪念版。不但游戏中的文字完整中文化，还连对白都配成中文的啦。本次为了庆祝《古墓奇兵》系列20周年，收入的内容实在是超级丰富。不但之前推出的剧情 DLC《巴巴雅嘎女巫神庙》和《寒夜觉醒》都包了，还新增了双人协力模式、VR 模式，更对应新发售的 PS4 Pro 主机强大的运算能力，能够用 4K 的画质完整体验罗拉的新一轮大冒险。假如玩家购买实体版游戏，首批还能得到限量的金属吊牌坠链，上面刻有20周年纪念 logo 和罗拉最具代表性的双枪图案。这么丰富又超值的内容，还可以庆祝《古墓奇兵》20周年。无论之前有没有玩过的，都要入手啊，否则错过就要再等20年啦。